这个是 RSP 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爽爆！好呀！哇，香啊！蓝白红，蓝白红。哎，这个配色很像，超像的啊。大条的日月潭吗？重点就是象山吗？还是就像我们之前是去那个象山对面有一间卖披萨，加安特那边，对对对，美丽达。我朋友真的是他都没在骑，所以我现在怕他轮胎。哇，这个很古早年份的哎，再来 CB 1000，这一二的，一二的哦，对，十几年，11年，对，因为这个框就最古老的那个框，对，经典的防毒面具。哦，有一颗那个，对，现在俗称口球，呀，他最早的口球的始祖，当然，其实还蛮轻松，蛮好骑的啦。CB 1000R，CBR 1000RRR，每年都有 R。对，今天换成日本车法里欧洲车，跟上次出来相反。对，只有我是日本车，现在只有我是欧洲车鬼脸了。陆兽团。刚据他讲的是说，直线的那个下压力是明显有感觉，就是会随着速度拉高线，对，还是因为他那个循迹在介入，光举头介入的，也有可能啊，有感的，对，他都比他的 MV 有感多了，对，他 MV 很帅，帅不能当饭吃，举报 SP 嘛，这就没有定数了。其实他的电控很多，因为我们都还不太熟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设定，因为它可以设定的东西有点多。嗯，毕竟它没有给我们说明书。不是，前一天早上先上网去，一直拍着翻功课，翻功课。先 Google 一下。对。好。OK，Let's go。对，我们都四台四缸的。他说是没有车牌啊，老哥。他没车牌哎，哦 ，K T R 是不是？哦 ，OK， 好冲啊！哦，好想把那瓶饮料给他穿过来喝一下，那饮料好诱人哦。那应该是什么生活泡沫红茶之类的吧？我猜了。啊，美洲这么健康啊！你等下停红灯的时候问他，你那个饮料可以借我喝一下。你想要看喷灯吗？其实我后面都看到喷灯了。欸，我们这四台会不会加起来比他们缸数还要多啊？我们一台滴滴两台车。
个斜卡在右转车道左转了，老哥。好车，重点是这轮胎是真的很硬。SB168 是哦，我以为138，超级稳定的，躺下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已经够热，就是你敢下去捡钱的，对对对，真的敢下去捡钱。摸一下。几寸的？好像六寸哦 ，OK， 全部是七寸。排气管那边有很大的阀门，它六千转要开，然后声音会上来。它整个二档、三档就是升档就转速掉下去，就那个三档就那个太低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等一下用完它，垃圾再麻烦帮我拿下去分类，空盘再收回来哦。谢谢，小心拿，这很重哦，可以哈。可以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又来过吗？没有，我也都直接过去啊。一般都会直接过去，这里可以租脚踏车去环湖这样。这边对，到环湖。来试一下这个 Triple SP。但是我座位变好宽哦，七七很窄，七七很窄哦 ，Triple 就变宽。把手好像比我的啊，因为它变长，不然应该是比我的还要再高一点点。嗯，那把手好宽哦，好爽。我也是喜欢骑宽的。这个皮啊，重点是这个皮。厚的，不厚的，没超滑。等这里洗车那个镀膜就直接给它喷上去了，就。哎，它的座位这边宽嘞，对啊，跟机器差超多的，对啊，机器真的比较小。Model 二，动力二在这边等我好。好久没有骑正打，正打是菜。哦，那个，我靠，我是个高手啊！嘿，来试一试一下这个160几万的 Triple R。老熟了，对啊，老熟了，反倒老熟了。
下去，它的悬吊确实很强，真的哦。哎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真的很强啊，它那个真的很强，超强，而且它的车台刚性就让你觉得很贴地飞行啊。直接开一，油门比较敏感，动力真的是，你一开始你开二的时候，就是它四到六千转还会有点笨，开一之后，你就觉得转多少给多少那种感觉，是，对，你还没刚没试过一的，我刚用二而已，你等下下去你可以试试看用一，然后真的就是一种完全就是这种信心十足，但是就是真的它要那个油箱贴，对了对了，夹不住，固的。而且我觉得其实骑了之后会发现，其实它那个设计，它是让你靠脚可以直接这样，对，你很顺的，你的屁股就会移出去，然后脚就会贴在油箱上面。它就是要设计让你身体要移出去的啦。进弯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就这样，哦，就刚好。哎，对，滑下来，它就刚好靠在这里，然后你就觉得哇，贴在那边下去的时候，过坑洞那个坑洞处理的感觉，真的。然后刚好手刚好也转一下，看到出弯，下一个弯的时候就可以油门慢慢开，反正一直慢慢转下去，它就会一直冲出去，那种感觉真的是。真的是很爽，这个就是出去输赢的。对，真的，而且它那个过六千转之后，那个声音真的好好听。你就觉得哇，真的很爽，就是。100多万的喜美还是有他的道理。现在不能嘲笑喜美，不行。我们要给他一个 对尊贵的敬礼。真的太好骑，真的太好骑，真的太好骑。虽然我虽然没有骑过 S 啊，但是我一骑着我就觉得哇，等下下去你骑这台，然后那个都可以啊，敬礼队也可以啊。没有没有，你试一下抛一啊，对你试一下一，那个感觉油门反应真的是舒服。而且我这样骑一小段就流汗了，真的觉得你全身都在用力的感觉，那种感觉，你就是真的是跟这台车在，就是你要战斗，就是你要救战斗姿势，不是那种骑街车那种舒服的骑姿什么，你就是要调整好，然后下去就是，而且我觉得它倾倒速度真的还蛮快。对，讲白的，如果你就算新手在弯中外抛，我觉得它都还救得回来，就是你去杀，反正。他也有电控会帮你，你就算在弯中补一点刹车，我觉得他都还救得回来。对啊，我刚刚在骑的时候有那种感觉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入弯速度好像有点快，可是他还是 hold 得住。对 ，hold 得住，而且他的 hold 得住是瞬间动力就切掉那种，然后你整个人就停住那种感觉。有一种他是你刹住之后，他还一直往前推。比如说你已经觉得要刹了，可是他整个动力还是一直往前推那种感觉，然后他不会，他就是你会觉得好像。我到这边，我想要转就停下来，马上转那种感觉，有点夸张了。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想去那边就去那边那种感觉，真的很猛。所以这车实在是可以买了，签啊，少一个零就签了，签啊，刷个零，我先订两台。骑上去你就觉得那骑姿买了。看他的战场在弯道上面。你在市区，在市区应该会 K 笑，很难骑。对，我相信。他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在念啊。他刚出来的时候就傻小了。他的脚踏的位置就是让你，比如说你原本一般的车，你可能你会习惯往后收，会去垫。可是他就是不用垫，你已经就这么收得很高了，准备嘎掐了。对，真的，可能他设定的关系。但我觉得他如果坐高再高一点，我觉得会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骑。就要改脚踏后移，就是往后往下的位置，油箱比较好讲，我觉得它坐高比较低的，对，它坐高比较低的，但是骑起来那个过弯的感觉真的是很爽，多那一个，对，多这个部分真的是，你跟骑骑差超多，这个是 RSP 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爽爆，好贴切，好贴切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可以，对，爽爆，真的，而且。你调到动力一的时候，那个感觉真的是你想要它走，它就马上走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等的感觉。你调二的时候，它有一段还会有点空，就是四到六千那边还有点空，然后突然岔出去。对，六千过后才会冲。然后我后来是回来的时候就调一之后，觉得真的，你爆汗呢、欸，真的狂吸耶！我骑街车整路下来还没流汗，骑这个十分钟，我就觉得真的。这是运动器材，这真的是运动器材，练核心的。对，那核心回去练一练，再买。行走棒式辅助具。对，核心练好再骑这个车，核心没练好，这个车你要环岛，你可能两个县市就睡觉了。真的太香了，不会骑车骑啊溜就好。我信你个鬼！我
觉得这车真的好想要下去赛道骑一下看看，一定很爽。这随便一个人骑都会觉得很爽，不知道标准版有没有这个爽度。不要说80%，我觉得有70%应该也不错。三拿的标准版，三拿的标准版是插电选，还有插什么？然后就这样，就插电选而已。框也一样。啊，因为 SR 我还没骑过，所以我不能评论什么。但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就是偏赛道的啦。可是我觉得 SR 舒适很多了。舒适，它是可以用舒适型的。哦，所以你刚刚下去了，你有骑？我之前骑过它 SR。哦，身体比较高一点，比较高，没那么往前。对，它没那么往前。可是它坐高比较高一点 ，SR 坐高比较高一点，有吗？感觉啊，有吗？825吧。你现在骑已经不一样，因为我改200的胎，高超级多。对，所以我坐起来才会觉得 SR 比较高。它现在这应该是19吧？对，这一九。对嘛？哦，三拿是19的。对。比较高一点，多一点点。他把没那么高，他把没那么低，把没那么低。对对，就欧洲人骑士啊，对对对啊，其实而且会觉得好像 SR 好像比较大台的感觉。对 ，SR 看起来比较宽。你旁啊，卡对，感觉好像是比较大。SR 把手更宽一点。嗯，因为你风镜有改。有，这比原厂高超级的。他那个风镜真的是要改，风镜都装饰用。对啊，对，原厂风镜都要装饰用啊。真的要改那个，那个我想说，那个要真的躲得到，真的是你要这样子才躲得到的。完全没有插在油箱。真的是要在这个地方再挖一个洞，再挖一个洞，才有办法躲进去。我这车真的是很香，就是有一种很久没有那种骑到车会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。原来现在的车已经可以做到这样，就是你觉得哇。怎么会这么爽的车？这种感觉，躺下去那个感觉真的是，我觉得更厉害了。我觉得这个世代真的差太多了。这个世代跟上一个世代的七七前车主，七七完全不一样。七七转向没他那么灵活啊，真的是很灵活。他转起来就有点像六百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灵活。对，他真的是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整只手，你不要给人家，我整只手都进去了，我已经摸到他喉咙了。他们有那个开关阀。对，它是中间这样分开，就是分两侧这样。嗯，有开关阀，我还没飞掉。我好像原厂就没有。你从这样再看进去就可以看到空滤，可以真的可以摸到那个，摸到它的声带。车架嘛，对。哦，有摸到声带，有，我还可以拉下车。好，下山。爬得很高哦。现在我用 Power One， 动力最大，刚刚是用2，来试试看 Triple R 的一个状况。它的E好敏感，这个真的是要拿来输赢呢。叫什么？哎呦，大声好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会吓到，不是假的。难怪缺氧的。原厂动态噪音会超标，那阀门开的时候声音好大、啊。我觉得这台
好期待，有点酸痛啊。他没有接油箱贴是一个蛮吃力的一个，他那个一加速开始加速的时候根本夹不住，我还在练核心啦、啊、老哥。好爽好爽啊啊啊！超爽的啊，好像回去面对现实了，真骑街车了。还有更爽的就是拉短啊。真香、啊，它就适合让你一直骑，一直骑，一直骑。真的 ，S R 真的很舒服。嗯。但这个就是会流汗的。对，已经要生病。会流汗。嗯。对，它有箱贴会好，会好很多啊！当然，当然。来骑 S R， S R， 怎么那么舒服啊？差超多的。超级舒服的，对，对，选 S 啊，选吧，就是赛道的比例就要拉得比较高了。好扯哦，这一万多，一万八哦，好扯哦。